在传统戏曲上，在歌仔戏这个部分，如果可以结合到像马文龙，结合到上面讲的一些精湛的古典故事的话，其实它可以拉到吸引到不同的服装灯光上，其实会跟一般的歌仔戏的呈现有点不一样。就是说，我们要走出我们大爱的团队，那也很感谢几个团队这样一起去配合。大爱二台今夜说新闻。